你经常叫他滚是吧？大学的时候你特别的包容我理解我，但结婚以后就感觉你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没有给我一个男人的尊严。我希望你自己好好想一下这一点。其实你也知道的，我以前不是这样飞扬跋扈的一个女人，有时候也挺小女人的，但是后来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希望你能够在以后的日子对我上心一点，不要一回家就玩手机，沉浸在你自己的世界里。我也会好好想。来来来，取出来吧，把那个鸡。这边应该是女生放的是吧？对。哦，大众菜谱那边应该是男生放的。车钥匙啊，说说吧。女生为什么放本大众菜谱啊？因为我妈也经常跟我说，就有一个女人啥都不会嘛，然后让我就在她回家的时候能给她做上她喜欢吃的菜。那个菜谱还是我妈从她姐姐那边借过来的。行，你车钥匙啥意思啊？车钥匙就是我父母他们买给我的嘛，想到现在有娃，还有她，还有我岳母，还有奶奶在这边嘛，那车坐不下，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，就一起出去的时候能多坐。这是换的新车是吗？啊，我父母给我买的，就他们现在缓过来了嘛。哦，就提供我们一点好的条件。行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，有请，有请。
我们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能独占。没有谁能取代你在。来来来来，礼物送给你们，来来来来来，谢谢。谢谢两位，请回请回请回，谢谢老师，请回请回请回。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？